所以我先进站不是吗？好喝好滑得好滑得了，我們已經開始我拍了一張照片，他不是只做一個考試，他都不停地轉，立刻錄起他，你做什麼第一轉啊？MV叫什麼？是啊，教緊哥哥不可以起身，佢真係實在太過。哥哥做錯啊，識唔識啊？識。教好耐，一唔識煮飯咧就教好耐啦。咁咧，即係我要好專心教佢啦。咁啊，佢學做唔錯，佢啱曬啦。咁我話你第一陣啦，我要教埋哥哥啦，一定先落公園玩啦。佢話佢好悶，真係唔穿。我見到就攞啲 blocks 出嚟砌啦。好快快，佢唔蹬腳，我行開咧，佢就打第二樣嘢啦。我都要坐定喺度睇住佢，咁唔得嘅佢，我跑出杯水都唔得㗎，我話俾你聽。你都真係未食過，真係未試過。我哋揾日食下先。不過我覺得會都幾好。啲人話想收購佢啊嘛，佢個秘製湯底咧，佢都唔會話咩嘅，好出名㗎啦。話越食越想食，我唔知係咪啲特徵嗰啲咧。就好味嗰啲人，我覺得一定有，點會冇咧？我食嘢，即係唔會有啦。所以你食咗雪糕一間唔使食海記。係咯。太大聲啦！哎呀，真係。係啊，食得好大聲聽嘅妹妹。係啊，佢唔聽人講啊，繼續喎，聽人話咯。我們之前間都叫人不要那麼大聲，他一句都不聽。大哥，我聽不到的嘛。你吃這個啊，妹妹？我不想吃。不想吃啊？你不吃，那不如我們叫一個士多啤雪糕一起吃，好嗎？